大家介绍 EMS 美导仪的安装及介绍。EMS 符合生物电波，运用特殊波形结合双射频单晶硅晶片，作用于皮肤不同层次面。在无痛无创基础上，使产品的渗透性更强，解决了皮肤对产品吸收不佳的问题。手柄安装，握紧两端，对准插入即可。插入电源线，开启开关，进入主界面。选择语言，英文、中文。点击演示模式。EMS 导入模式，敏感性、中性、表层、浅层、深层，建议选用敏感性，能量一起调。射频，能量强度建议一起调。速度以及剂量根据顾客所需进行调节。操作开始前点击清洁模式。操作头更换，将白色区域向前推入，取出晶片，更换新的。对准插入即可。注意，此晶片一克一用。取出操作头，对准插入拧紧即可。取出装有生理盐水的安瓶，对准插入即可。注意，清洁管道时需备装水容器一个。点击清洁，开始清洗管道。建议时间3至5分钟。清洁完毕后，点击完成。取出耗材，取出芯片。将芯片放置感应区域，进入正式操作界面。下面开始仪器操作，卸妆清洁面部。清洁完毕后，使用生理盐水砂块进行清洁。放置湿邦水光原液，进行开始操作。点击屏幕，点击手柄开始进行操作。操作时使用两根一次性医用棉签绷紧肌肤，手柄垂直贴于皮肤，从下至上根据皮肤的纹理走向进行操作。时需要随时留意安瓶内的液体是否垂直，随时根据需要调整手柄方向。
全脸操作完毕后，涂上施邦医用创面修复凝胶。涂抹均匀，20分钟后清洗干净。最后敷上施邦医用冷敷贴。整个过程为20分钟，操作完毕后卸膜即可。仪器维护，使用完毕后点击清洁模式，取出装有生理盐。